老妈妈好。你好，感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。嗯，老妈妈。恩师。嗯，老妈妈拿话筒。好，嗯，讲吧。我业障很深，嗯，就是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嗯，不要师父背。嗯，几几年呢？46年，我感恩一个那个同修给我的号。啊，哦。他看着我不大得劲儿，给我的号，啊，感恩的。49年属什么？属狗的。嗯，说吧，想问什么？我去看看身体。哦，属狗的是吧？嗯。啊，老妈妈要当心啊，眼睛不好啊。哎。老花。嗯。而且掉眼泪。嗯。嗯，再往下看。嗯。老妈妈，你要当心啊，你的血压不稳定。哦。还有心脏。哦，嗯，要当心啊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啊，哦，肚子上有个小孩。哦。掉过孩子。哦，没走，我以为走了呢。没走。没走。知道了。你以为走了他就走了。还有腰不好。对。你的腰很不好。对对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啊。嗯。你的右腰右腿很不好。嗯。臀部这个地方酸。嗯。麻。听得懂吗？对，好。啊，关节不好。对。很不好。关节很不好。哎。再往下看，我看你的脚趾啊都有问题。你的脚趾啊，嗯，这里啊，这个大拇指这个地方长了一块骨头出来了。是吗？哦，哎，好，知道了。右腿。嗯，好。好吧。好的。你当心点，你耳朵以后要听不大清楚的。嗯。你这样好吧，你要补肾啊，杞菊地黄丸要吃啊。吃。是吧？吃。啊，吃了，你多亏吃啊。嗯。好吧。嗯。手有点发麻。这会儿。其他。没什么大问题的，你现在几岁啊？72。我帮你看看啊。嗯，明年有个关。哦。明年这个关过了，你可以活到83呢。嗯。嗯。好吧。死是死不掉，啊，脾气不好，听不懂啊。太牛了。嗯。年轻的时候牛得不得了。你这个眼睛岂不瞧别人呢？听得懂吗？对，嗯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嗯，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嘛。手的胳膊肘不好，啊，泡水的冷的话，你这个整个这个肩膀就会酸痛，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还有就是要多喝水，血凝度太高，很容易中风啊。哎呀，我中风了。中过了。前几天就是9月9之前，中了一次，好像是哈。哎，我感觉我现在从来不上医院啊，我从念经以后从来不上医院。哎，就我现在又不行，得上医院。喝水呀，啊，赶快喝水，血凝度太高了呀。是吧？赶快吃丹参片呀。吃，天天吃。啊，很好啊。嗯，天天吃啊。我这求菩萨好了。好了。又放生。好了吗？因为你这个车老了呀，听得懂不啦？你是几几年的啦？46年嘛。你想46年的车在马路上还能开吗啦？只能当心一点开啦。是的。听得懂吗？是的。蛮好了，你现在就是告诉你菩萨救了你了。我知道。全是菩萨救了你，心里最清楚了。哎。像你这种人，过去气也气死了，恨也恨死了。我知道，没有师父，没有两位师父，没有我今天。我知道，真的。好好念经啊！啊，心灵法门真的很好的，嗯。真的，我身上还有别的灵性吗？我看看啊，属猴子吧，是吧？属狗啊。变得倒蛮快的嘛。狗。没什么大灵性，散灵还有很多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过去吃的活的东西。哎，对，你很喜欢吃活的东西，嗯，过去，啊，过去，我说，啊，都在你腰上面。哦，
是吧？所以你的腰这里会很酸痛的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我需要多少小房子？93。嗯，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没什么大问题。你台上给你一个忠告，头发不要遮住天庭、啊、天庭拉出来之后、嗯、运气会好起来。好好好好，好吧好，头发一遮住的人没有运气的、嗯、这个天庭一定要让它亮出来、嗯、你去看凡是有钱的做官的全部天庭都亮出来的，哪有你遮在这里，那是小女孩做的事情。 我今天想带个卡子又忘了。哎、嗯，好吧。嗯，好的、哦、我的业障比例是多少？不高，27。哎呦，挺多的啊。嗯，那的那个莲花不知怎么。什么号码？572。哎呦，拜师倒蛮早的。我09年学的。啊，跟我学了9年了，你看，厉害。500多少号啊？572。572号，嗯，还在呢，在天上呢。还在啊。哎，你跟，哎，你这个莲花怎么跑到弥勒佛这里了？是吗？嗯，啊，你是不是觉得学佛之后心情好很多啊？哎、开心很多啊？哎呀，开心！而且好像喜欢比过去喜欢讲笑话了。喜欢讲话，我原来不大讲话。啊，原来不大讲话。嗯，我看你脸也有点像弥勒佛的。蛮好蛮好，那莲花还蛮好的，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。嗯，哎，好吧，好的，好好努力啦。啊、嗯，学佛不容易啊、哦。是的。嗯，好。感恩、嗯，我就是问个亡人可以吧？我啊，亡人啊。啊、叫什么名字啊？许云山。啊。许云山。许云山。啊，云彩的云，大山的山。许云山好像。双人许。好像我在香港的时候，许云山好像是甜点嘛。那个叫许什么酸的、嗯、可能是92年左右吧。许云山，你给他念了多少章啊？哎呀，不少，他的业障也不少。嗯，很重。阿修罗很重啊，上阿修罗了。上阿修罗了、嗯、哦，妈呀，哇，你跟他长得好像哦。啊，你跟他长得好像哦。是这两个颧骨这里像得不得了。嗯，他现在额头都冲出来了。哦。嗯。他怎么样？很好。那好、嗯。蛮好的，好吧。好，我可以再问问俺母亲吗？嗯，好嘞。母亲。不能再问了。啊，好好好，给人家问问了。我有个同学想叫我问的。好好好，感恩感恩。我真想跟你磕头，但是我又怕你毕业。哦，好，好，嗯。